升天的1032年，升天的日子，啊，拜拜。这每年拢，我从较早做月到今麦拢安尼啊，拢这个初九，嗯，好多弟兄妹拢会来遮拜拜。啊，今麦进前农业社会，那像今仔做老日的，拢咧请客。啊，今麦就是哦，农业社会过来就较无啊。去台中坐还是好。你来干嘛错过？干嘛第二代？你恁要去湄洲进前，到现在已经30几年啊。无讲当年去啦，啊，咱是拄好哦，在路上坐车，那个坐电梯去吼，啊，那是从小号去进香，跟那个就是过来做这个，过来就，啊，都哦，都这个边吼，都进去前迄个边吼，算讲去哦，迄产农去哦，孵化掉吼，所以环境讲这边那个做农民啊，咱哩一般来常咧看人，看咧较无习惯哦。感觉我这马上就变结扎先的吼，差不多就习惯。我是台塑石化的协理黄耀南，又兼任投矿工顾问团的副团长。今天在这一个特殊意义的日子里面，有三大意义，就是恭逢今年的九九重阳节。又是我们妈祖得天啊飞升1032年的纪念，每一年我都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情来恭逢其盛，因为妈祖霞光辟照，保佑了我们众昌生得以平安幸福。尤其台塑企业在拱矿工的照应之下，我们员工都一直平安幸福，所以在这么一个特殊的日子里面，尤其明天又要前往大陆湄洲族那业主，将有6天的行程，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幸福归来。同时呢，也祈求妈祖的庇佑，让我们国泰民安，六亲的所有员工生活幸福美满。感恩妈祖，感恩。一庆长庚啊，叫一庆。咱只卖了人嘛，真济去，去十间了哦。只要上班哦，趁食哦，还有妈祖婆的保庇，咱有进步，拢大家拢家户户拢平安顺利。谢谢，谢谢。今仔日我就诶，咱老早边边地主到去了吼，啊，咱就做了一个头。啊，因为今是9月9号，啊嘛重阳节，啊嘛是咱妈祖吼，啊回生得到1003个哦的关注，啊过来今仔日，啊嘛是咱明仔载啊要去前往咱大陆湄洲岛吼，啊进行啊这个祭，啊所以因啊嘛是这个啊特别，所以今仔日啊咱。有人会拢照顾咧吼，啊嘛是办这个祭拜，啊今仔日重阳节，啊嘛是咱太祖爷啊生日，所以今仔日咱啊过年中啊举办了一件特别活动吼，啊希望大家啊有时间吼，啊会当来到过年中啊来拜拜咱的台山妈祖，咱过年中已经335年的这个历史吼。国内吼，也算一个老庙啦吼。啊，咱的庙也嘛修好好啊，啊，咱的庙嘛非常的水，哦，甲别人不同款。咱的庙啊，所有的彩绘雕吼、建筑啊，拢甲别个庙拢无同。啊，因为咱庙讲话中吼，啊，过去这个修好建庙吼，啊，拢非常特殊。啊，咱讲话中就是甲人不同款，咱的妈祖啊，甲人不同款。所以大家啊，只爱来观音宫来行行看看嘞，啊，来观音宫今日啊，希望吼这个活动会当圆满。妈祖吼啊，身心得到1030，吼啊，咱观音宫拢是用过去吼百年的这个苦力，从古中古早的这个所闻啊来进步啊，上天啊妈祖啊，所以啊，咱观音宫啊百年。以前吼，这个苦力吼，拢排到即阵，也毋捌失传过。有没有？回生得到1032年，而且都记住，明经结果。
到大家。
传统之门，祝我们为中华民国108年岁次己亥季秋吉月，是为9月9日，主祭者龚焕公主任委员张克忠，副主祭者黄耀兰，陪祭者代表会主席韩青山，顾问团团长郭登科及龚焕公、郭平科、龚焕公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监事组长及如下：副记者、主任委员张克忠，副主记者王耀兰，陪记者麦劳，龚焕公管理委员会全体委员、五湖各公庙监事组长及如下众弟子敬谢。今朝大家听归一刻秀再刻秀三刻秀迎阿县内归客秀再敬酒，来酒再敬酒，敬德献德敬个献个算客秀听何归，献饭献饭敬鸡献鸡敬金片献金片献灯，绣绣迎迎福寿寿福座，迎福寿寿福座。Cool.
归。歌手再歌手三歌手迎上行内明经结果忘了一心何为虚情失体忘了一体被别嘿班各位先生大家好，咱来头前拜咱妈祖吼，由咱代表副主席，咱甲咱高永忠，甲咱中元忠管理委员会，甲咱三十号元忠吼，中元忠管理委员会由主理委员张克忠、副主理委员林永山、常务干事侯秋发、专家委员会委员洪忠组长。中华中国文团团长郭平科，副团长黄耀兰，代表会主席咱韩青山，率领咱国文团团员，去咱五股三十六村七十二村头，各乡庙宇一同，恭祝咱中华中非常幸福，咱微信得到一千零三十二年，以上上向内敬拜。这是咱较简简单简式的养生道了，练习安尼。微信记得控一千控三十二年吼，啊，咱有举办这个咱漳州妈祖微信记得祭奠吼，啊，过来咱明仔载就要起甲往大陆泉州去做进香吼，为期六天吼，啊，过来咱漳安乡桂林街大陆各庙宇吼要来参礼。好，阿哥来登记，你就到左右来一做信仰。阿弟，这个礼拜的时候，咱东港下晡四点，等下到泰顺路，阿才办理接驾台顶。好，阿坐袂了几啊三条路，阿然后好，阿才等下咱中元宫来安坐。好，阿弟，祝方家顺，阿家平安。